将象征对政府愤怒的纸飞机全都射向立法院，全台上千名反同婚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，向立委们表达抗议诉求。我想在公投之后，人民要上街头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。无论是我们的行政院、我们的立法院，他们没有切实来落实人民的公投，他们并没有尊重人民意志的表现。我觉得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危机，不尊重民主，践踏民主。反同团体向立委们喊话，强调2018年公投结果应当限定婚姻为一男一女结合，批评执政党藐视公投结果。不过挺同婚团体也到场，为避免双方发生冲突，现场警方也随即上前驱离。幸好冲突没有持续扩大，因为只隔一个街角，挺同婚团体也在立法院正门前集结，要求立委们修法时正视婚姻平权议题。林代华委员提出的那个版本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折中版，它就是一个打折见骨见血，要这些同志家庭全部没有办法在台湾生存下去。今天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婚姻不要一国两制哦，我们希望所有人在台湾都可以安安心心的生活。针对同婚议题，立法院9日将进行党团协商，预料蓝绿党团也将上演激烈攻防，挺同婚、反同婚恐怕也将持续争议不休。环宇新闻王家杰、江显东、丁尚成台北报道。